感谢上帝，托咱的生命对这个黑暗的当中传恩伊，而且又搁赐予咱有一个永生的新生命，托咱今仔日的生命无搁再伤害。今仔日咱们伫这个所在来按上帝来敬拜，咱就伫这个所在听候上帝的话语，愿上帝来引领咱。咱现在来听听几项的报告，头一项的报告是宣道月吼，咱感谢主进入到这个九月份。咱规个九月份是咱教会的宣道月，九月十九号第三个主日是咱教会的宣道主日。咱今年到下年的这个宣道基金的budget是一桶搁650,000，所以请咱大家做做带导甲支持。咱第二项就是开会的报告，咱今仔日第二堂崇拜会结束了后，中午12点的时阵，伫咱教会聚宿厅召开中执会。中执会开了，另继续伫教会聚宿厅来召开咱三日学堂的校董会，所以请咱大家来互相转达并参加。第三项就是新春感谢主，咱今仔日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主日，也是咱教会的新春主日，所以请咱大家来预备咱的心。咱报告就到这个所在，咱这时三个来唱两首闽南圣诗，头一首主叫咱紧就本意。第二首恳求心灵充满我。现在请听主的旨意。圣灵就是上帝点在咱心中的安慰所，伊教示咱、引导咱、帮助咱。信靠耶稣，伊就进入咱的心中；顺服圣灵，伊就充满咱；祈求伊，伊就应允。Thank you.
当中，主啊，阮搁一摆来亲近你，愿天父上帝来分别做圣，主啊，你托来察看阮的内心，主啊，阮也求主你来洁净，主啊，你来洗净阮一切肮脏甲污秽，让阮伫你面头前手洁心清来调起你的面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主你看顾保守阮今仔日的这个敬拜你的时间，主啊，求你来安静阮的心，你要来得着阮每一个人的心。主啊，你托阮伫你面头前，单单的来渴慕着主你话语的加持。主啊，求主你的灵充满阮，愿主你来对阮说话，来按阮显明你的心意。主啊，阮满心的感谢，学着你的恩典，愿主你点着阮的心顶，来成就你美好的旨意。愿主你来看顾保守阮一个时间，你点着阮的中间来做自由运行的工作。做阮感谢俄罗斯，将荣耀、颂赞、官兵归乎你。安尼伫你面头前，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啊，咱大家请坐。啊，咱即时要进行咱圣餐的时间。现在是咱圣餐的时间。请咱大家安静咱的心。咱伫上帝面头前，咱先来向主面做祈祷。咱伫以往的日子当中，咱有啥物所在得罪上帝、得罪人的所在，咱求主用伊的宝血来洁净咱，食含咱的过犯，互咱清洁心情。咱先来为着咱家己来献上咱的祈祷。也是有生产的时阵，咱请许阿个卖水的兄弟、朋友们，暂时阿个忙，也是有生产。等到恁水的了后，咱再三个来同心领受。当日我传予恁的，原是对主所领受的，就是主被主耶稣被卖迄一暝，家己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恁。”放杀的，恁应当安尼行，为着的是纪念我。咱三个来一同个领受。饭后，阿蒋勇举起杯来，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”恁每逢啉的时阵，要安尼行，为着的是纪念我。恁每逢食一饼、啉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
伫等到伊过来。咱即时三个来一同个领受。咱即时三个来阿头同心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满心的感谢阿罗哩。当日你为阮世人的罪，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流血宝血，放杀你家己的身体。你的身体是为阮而放杀的，宝血是为阮而流的。当阮咧饮一饼，饮一杯，为着的是要纪念你，愿你来赦免阮一切的罪，互阮手洁身清，来成做你所喜悦的人。啊，但愿主帮助阮的生命，有法通搁较强大，灵性强壮。手洁身清的来侍奉你，时刻见证荣耀主你的生命。我让你当心在你面头前的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门。咱这时三个来看一段的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一节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一节，咱三个来将这段的经文吼来读一遍，请。因主即个时阵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伫这个时阵吗？”耶稣对因说：“百姓着家己的官兵所定的时阵，日期毋是恁可以知影的，但圣灵降临伫恁身顶，恁必较得着能力。”并且要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因正伫咧看的时阵，伊就伫处上升，有一缕云彩将伊挤去，就看袂着伊咯。当伊往上去，因定目看天的时阵，突然间有两个人身穿白衫，徛伫边头，说：“加利利人啊，恁敢若是？”脚在看天呢，坐离开恁鼻子上天的耶稣，恁看见伊怎啊往天顶去，伊也要过怎啊来？感谢主，咱圣经就读到这个所在。咱透过这段经文，咱要三个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为主做见证啊，为主做见证。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的历史册。伊也被称作是圣灵行传。如果咱对表面顶来看的话，使徒行传的主角，甲咱就是使徒们展开全队的宣告，建立教会。但是这顶面背后动工的乃是圣灵，所以使徒行传可以说是一本圣灵行传的书卷。如果咱伫咧读使徒行传这本册的时阵，建议咱大家可以甲《路加福音》三甲做一个来读，干那真呢？因为这两本册面是同一个作者，正亲像《路加福音》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写，提阿非罗大人啊，几落个人提笔做册，述说伫咱中间所成就的代志，是照传道的人对起头亲目看见，又搁传互咱的。即做个代志，咱去甲我去对起头都详细查看咯。就定义要按着启示写互你，互你知影所学之道拢是确实的。这是路加写互提阿非罗大人的第一张书信，伫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咱也可以看到保罗说：“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简书。”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伊接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天的日子为止。这就是咱将这两位的圣经罪名所设计的话来做一个对比。咱知影路加毋是耶稣基督的学生，路加也毋是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人，路加只是。根据真侪人的条条描述，以及伊家己详细的考察，写到了《路加福音》甲《使徒行传》这两本册。大家都知影基督教初期的历史，
甲伊啊，即个基督教核心的内容是啥物吗？这正是这两本册带予咱的信息甲文件。咱知影这两本册分别都记载了耶稣基督工作的两个阶段。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伫地顶的工作，啊，就是耶稣基督伊怎啊降论，伊怎啊医治病人，伊怎啊彰显家己是神子，是完全的人，啊，又阁是完全的上帝。啊，使徒行传呢，是伫咧描述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上天了后，圣灵继续做工，就是通过学生继续伫咧工作，学生的能力。来自顶面的，是上帝所赐托的能力，一直到今日，咱仍然是借着圣灵的同在来为主做见证的。第八节的经文，这节的经文呢，我想这是咱真侪兄弟姊妹都真正熟悉的一节经文。圣经说：“但圣灵降临在恁的心中，恁就必靠这个能力，并且要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甲撒玛利亚。”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耶稣复活了后，学生们显现了40日之久，讲说上帝国的代志，并且吩咐因唔通离开耶路撒冷，要听候父所应允的圣灵的浇灌。耶稣用这40日的时间，陪伴学生们进入到伊升天了后的新时代。在这之前，耶稣已经接着伊讲的道，行的神迹，将上帝的道，啊，将上帝的国，在人心中，这种属灵的统治，将伊展现出来了。上帝的国不是伫个地顶的政治的，或者是军事的统治。在父上帝的旨意当中，耶稣拥有地顶的权势，将伊担死了。但是，接着托耶稣对死来复活。上帝就显出伊的国是远远超过地顶一切的关系，甚至是连阴间的关系也都赢过去了。因为安尼，当各国的耶稣在这个40日里来到，继续按学生们来讲说上帝的国，这是学生们亲目看见、亲目听见、搁亲手摸过的现实。其实，耶稣基督在这个地顶的时阵，伊所讲论的是天顶的代志，说到。天国君哦，恁应当悔改哦！天国君哦，恁应当悔改。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后，仍然将这个焦点将伊放伫天国的信息顶面。其实，天国的代志正是咱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需要。干那是安尼说呢？因为自从始祖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了后，上帝甲人之间就有了距离。耶稣基督一直希望借着救恩，将咱每一个人都带到上帝迄搭去，甲上帝和好。这也正是圣经所要教出咱的信息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说到，就伫耶稣甲学生聚集的时阵，耶稣基督吩咐因说：唔通离开耶路撒冷，要听候父所应允的，就是恁听见我说的。约翰是用水洗洗。但无几日的时间，恁要受圣灵的洗。耶稣基督复活了后，约合身到加利利的一座山，将大使命将伊放伫因的生命当中。咱看到因对加利利回到这个耶路撒冷，并且耶稣基督伫这个第四节吩咐因说，唔通离开耶路撒冷。其实。学生中间大多数是对加利利一带的许个掠鱼的人，因对北部到这个南部来，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并且安葬的所在，也是国外的所在。所以伫第四节的时阵，即搭耶稣基督再会说到，你唔通离开耶路撒冷，要听候父所应允的。之前耶稣基督说，恁就往普天下去。托万民来做我的学生，在这个所在，耶稣却搁一摆来说明：，当你若搁未得到能力之前，你唔通赶紧出去，要听候父所差遣的圣灵，受圣灵的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灵就甲咱像风上好，要降临伫当时的学生身顶。同样话，今仔日
心灵也是会感应，伫虚伪陪伴好，装备好，伫咧听候，伫咧听候的学生心中，每一摆咱来到教会，都是伫咧聆听耶稣基督的吩咐，唔通离开这个所在，伫听候被所应允的。当咱伫这个所在得到能量了后，才要行出去，行到咱的撒玛利亚，行到咱的耶路撒冷，行到咱的地极去，为主做见证。这才是耶稣基督来教导学生的。那么，什么叫做是心灵的水呢？心灵的水，意思就是心灵的充满，就是心灵的浇灌，就是托心灵来掌管咱整个生命。咱现在活着的，无阁是咱家己咯，乃是心灵运行伫咱的生命的当中，带领咱的道路。说落来第六节到第八节，突然看到，因主这个时阵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！”你复兴以色列国就伫这个时阵吗？其实学生迄种爱国的热情，无啥物通批评、通指责的。因希望有一个人来复兴以色列国，让因有法通脱离这个罗马人的掌控。但是因错乱了上帝的国，甲以色列的国。耶稣基督伫咧讲论上帝的国，因却是伫咧讲论家己的国。耶稣基督伫咧关注更加大嘅代志，因却是伫咧关注家己的代志，这也正是圣经当中经常伫咧教错咱的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是毋是也曾经会亲像学生安尼呢？如果咱现在要问问咱家己的内心，咱的内道有无有搅了咱的问题呢？比如说，啊主啊，你就无法通托我的家庭、托我的囡仔、托我的教会，现在就怎啊怎啊的吗？主啊，这个 COVID， 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急速，就伫这个时阵吗？今仔日，咱每一个人的重点放伫什么所在呢？咱是伫咧关注顶面的代志，还是伫咧关注家己呢？还是伫咧关注咱这个地顶的代志呢？咱是伫咧关注人的生命，还是伫咧关注咱家己呢？当咱寻求上帝国甲上帝义的时阵，相信咱一切的一切。无论咱出、咱入、咱都会蒙福的，因为这是圣经对咱的应允。当学生说：“你复兴以色列国就伫这个时阵吗？”学生所期待的是正式的一个地区性的国度。因希望耶稣基督复活了后，以国外带领率领因重新夺回这个耶路撒冷的主权，重新进行以色列国，亲像大卫甲所罗门王。所罗门王朝的迄个强盛的时期，所以第七节，耶稣基督再去纠正因错误的想法，对学生说：父凭着家己的官兵所定的时阵，日期毋是恁可以知影的，因为这也是因最关注的。你什么时阵倒来？耶稣基督说：迄个日子我毋知影，父所定的日子我也是毋知影。因还搁伫咧追问。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第八节说：“但圣灵降临在恁的心中，恁就不可要得到灵力。”但圣灵降临在恁的心中，恁就不可要得到灵力。一直到如今，因仍然有真微小的真微小的国家的概念，所以耶稣基督在回答因问题的时阵，扩大了因这个属灵的范围，将因一个属地的这个区域，将伊。提升到一个天国的国度，让因明白到只有回到这个圣灵的内道，圣灵运行在因的心中，因才有法通建立一个听的国度，一个属天的国度，而不是看得到的属世的国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什么是上帝的国度呢？什么又是一个属天的国度呢？其实上帝的国度就是一个属灵的国度。在耶稣基督传福音的过程整个过程当中，咱都有法能看到，伊是以基督为核心的。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十节，主加出的基督文当中，耶稣基督有说到：“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顶，亲像行在天顶。”有国度，还佫有旨意，这是一个看袂到，但却是真实的属灵的国度。
上帝的国对时间顶来说的话，是永恒的国度。即亲像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二十八节加出咱说，这是一个无法当震动的国，是无法当摧毁的国，是无法当来抢夺的国。因为上帝的国就伫咱的心内。上帝的国按照神原顶来看的话，伊是超越时间、超越地区、超越这个国度、超越一切的，甚至是犹太人。甚至是希腊人、牛族人、聪明人，都伫这个国度的内头，因着信而进入到这个国度。伫这个时阵，耶稣基督并无满足因的要求，要复兴、重建以色列，乃是说圣灵降临伫恁的心中，恁就必须要得着能力，并且要伫这个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甲撒玛利亚，伫到地界做我的见证。圣灵降临，正是上帝国度临到世界的重要的特征之一。这代表着耶稣基督在这个地顶的工作特别结束了，一个新的属灵的国度特别开始了。大家还阁会记得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传道几年无？有三年的时间。其实，伊一直都处在这个一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之下，因为伊所讲的国度，甲当时的民众心内所想的国度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。伊所讲的是一个更加远的属天的国度，大家所讲的是看得到的王朝。所以，在这个新约圣经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七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一节，法利赛人曾经问耶稣说：“上帝的国几时来到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上帝的国来到，不是目睭所可能看见。人也不得说看伫即搭，看伫迄搭，因为上帝的国就伫恁的心内。”亲爱的姊妹，基督今仔日耶稣基督仍然会共咱说，第七节到第八节说，这个日子是你唔知影的，但是你要得着能力，并且要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并且甲撒玛利亚直到地地界来为主做见证，建立属天的国度。咱着会记得的是，圣灵透过学生来工作，这个能力的完全是来自天顶的。咱也着会记得的一点，就是咱为主做见证，咱建立主的国度，而毋是为家己做见证，毋是要建立家己的权威。那么，基耶稣基督，伊是怎啊升天的呢？升天带予咱最深的属灵的含义是啥物呢？耶稣基督的升天，甲咱之间有啥物关系呢？耶稣基督的升天，为咱带来了啥物恩典呢？伊的升天难道只是一个历史事实，还是有更加多属灵的含义呢？对于耶稣基督来说，伊的升天是伊进入荣耀宝座的必经之路，因为伊降卑，伊致死，被上帝将伊升作至高，坐伫上帝的左边。伊升了高天。其实新约圣经真侪摆来引用伊坐伫被上帝的左边，和伊的受着做伊的脚顶。升天这件代志，也表明了耶稣基督拥有最贵的权柄甲最贵的荣耀，伊完全超过旧约先知甲一切古代的圣人。耶稣基督的升天，表明伊已经战胜了死亡，伊带领显明是上帝的家。伊的升天呢，也表明伊是对上帝迄搭来的，所以要阁回到上帝迄搭去。即亲像圣经顶说，基督升起去。假毋是先降落来吗？迄降落来就是要完成到诸天之上的，要充满万物的。耶稣基督干那是要升起去呢？因为伊是先降落来，伊都食了肉身，伊来到这个世间，所以伊要阁升起去。那么耶稣基督的升天对学生有啥物重要的意义呢？耶稣基督干那是要公开升天，并且托学生亲目看去。你唔是要静静啊的离开就算了呢？其实耶稣基督复活了后，捌真侪摆恩学生面前，但是就伫这个时刻，突然间结束了，
在过去的十日当中，伊突然间出现，伊又搁突然间无看见了，搁出现，搁无看见。学生总是有盼望，但是这摆呢，耶稣基督出现是最后一摆，一位混差将伊将伊将伊接走了。正亲像耶稣基督所说的，我就是切发圣灵保惠师到恁中间来，我若无去，伊就无来。耶稣的升天对于咱有啥物重要意义呢？正亲像天使所说的，伊怎啊去，也要搁怎啊来。其实，当咱伫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却发现耶稣基督伫这个世间33年当中，每一件重大的代志面前，总会有天使来做解释员。当耶稣基督出生的时阵，天使说：“我保护恁一个大喜的信息，因为今仔日伫大卫的城内为恁生了救世主，就是主基督。”马太福音第17章的第5节，当耶稣基督受洗对水来起来了后，天顶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听家，我所喜悦的，恁着听伊。”当耶稣对当耶稣基督对坟墓来到出来了后，妇女们去寻找伊。天使说：“我知影恁寻找迄但是你假拿撒的人耶稣，伊无伫即搭，伊已经过活了。”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11节，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阵，天使恁言说：“恁看伊怎啊去，伊也要搁怎啊来。”这是启示予咱的真理。耶稣伊去是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咱的中间。伊耶稣去，伊就是要为咱带机会，并且要为咱避办所在。耶稣去，伊也要搁来接咱到伊迄搭去。耶稣基督说伊去，要拍发圣啊保惠师到咱中间来。对安尼，伊说有2-3个人奉我的名基督，迄搭就有我的同在。是的，如果毋是有保惠师到咱的中间来，耶稣基督伊的身体要怎啊有法能跟咱同在呢？耶稣基督伊拍发保惠师到咱中间，跟咱同在，这就是上帝的恩典，这就是上帝的智慧。不但安尼，耶稣基督还佫坐伫父上帝的正边，为咱代求，伊知影咱所需要的一切，伊也要佫去为咱避办所在，避办好了，伊就必较要佫来接咱到伊迄搭去。天差你有可能会安尼问？主阿哥未来接我，是毋是我阿哥未备办好呢？是的，咱需要着备办。但更加重要的是，上帝伫咧听候咱每一个人，托咱准备好家己，亲像洁白的幼麻衫，伊就来咯。正亲像圣经所说，伊怎啊去，后尾佫怎啊来，这是天使的宣告。耶稣基督伫这个世上真侪摆说，伊来的时阵要亲像采桑好。唔通不可预知，也不可预测，伊突然间就来咯，亲像闪电一般，迄块的快速。耶稣的升天，共咱留了宝贵的英文，共咱每一个信徒都带来了极大的安慰甲盼望。今仔日咱伫这个世界顶，咱会拄着真多的挫折，咱会拄着真多的不幸，咱也是拄着真多的伤害。但是当咱想着主的救我，主的升天，甲主的应允的时阵，咱坚定的相信，主一定也搁会过来，要只咱甲伊相隔去，咱一切的痛苦甲悲伤也就不足加以了。曾经有一个基督徒，伊伫教会内头去和另外一个基督徒骗走了伊所有的钱财，而骗伊的这个基督徒呢，竟然是一对真熟悉。佮真正可靠的信徒朋友，这个被去予人骗去的基督徒，伊心内真正感伤心。伊所受的伤害是双重的。第一个就是伊骗伊托人骗去的钱，是伊全部的财产。第二就是信徒要怎啊有人骗人呢？伊看到安尼的时阵，真正绝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通过这件代志，也证实了一个真理。就是咱的国无属于这个世界，咱有永恒的国在天顶，耶稣疼咱是永远都袂改变的。感谢主，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。咱活在这个世上，咱总会受到各种各样无同的伤害。
咱最亲的人，甲咱最信任的人，常常都是伤害咱最亲的人。但是咱一定得记得，咱的耶稣从来都袂伤害咱。咱在这个困难的当中，咱在这个患难的当中，上帝都有足够的恩典来赐予咱。耶稣的应允是永远都袂改变的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，保罗宽勉咱说：咱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看见的盼望，毋是盼望。谁啊，还有法通盼望伊所听见的呢？但是咱若盼望迄所无法通看见的，就别较要吞论听候。感谢主，因着耶稣的升天，共咱开了一条各新各活的路，互咱活着有盼望，互咱有信心通来面对着一切的困难，战胜一切的邪恶，靠主得胜。只要咱相信，有信心相信，咱就一定会到主彼搭去。咱盼望有一日耶稣为咱陪伴的迄个永恒荣耀充满慈爱慈爱国度，伫迄搭无欺骗、无伤害、无目屎，有主舒服予咱，因为耶稣的升天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圣经，予咱看到耶稣基督对学生的教导，学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以及耶稣的升天，予咱搁一摆来思考，思考啥物呢？就是耶稣基督伫地顶的工作是靠着伊家己，伊升天了后的工作是靠着圣灵。升天除了是伊两个工作之间的界限。当咱明白了升天了后，知影今后的工作是圣灵甲咱同在。耶稣基督升天的重要意义，就是甲咱说，伊怎啊去，伊后尾阁怎啊来。伫迄日之前，咱每一个人都应该着安静听候，但是咱的来到却有一个伟大的盼望，就是听候伊的过来，听候伊来迎接咱。其实咱每一摆的圣餐聚会，都是伫咧提醒咱，正亲像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一章二十六节，保罗所说：“恁每逢食一杯、啉一饼，食一饼、啉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伫等到伊过来。”咱每一个人的第一个主日，当咱伫咧领受圣餐的时阵，每一摆都是伫咧提醒咱，主别较要进来，伊直接伫咧敲咱的心门，互咱警醒祈祷，陪伴家己。也见主的面，予咱的亲像以外聪明的动力，陪伴游伫这个起面的内头，真正托主来啊见咱的时阵啊，俄罗兰说，恁是各忠心、各良善的仆人。咱期待耶稣基督过来，迄是一个奇妙的盼望，毋是凊彩安尼啊，猜猜凊彩讲，也毋是咱是着有这个真凭实据。白纸黑字来甲伊写落来，迄是一个英文，甲咱说主耶稣基督会过来。传福音若感觉无能力的时阵，咱一个学习来依靠圣灵，求圣灵甲咱同在，充满咱。那么咱就可能有这个能力，通来见证耶稣基督。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去做的使命，但是传福音并毋是靠着人的口才。结出的果子呢，完全是我是靠着圣灵的能力。有一个信主的弟兄，伫伊也阁未信主以前，伊是一个真爱跋筊的人。当时伫伊的心内面，伊也是真正爱着伊的太太。但是伊无论怎啊，无论伊的太太用尽所有的办法，甚至用家己的头去弄壁，叫伊唔通阁去跋筊咯。仍然都无法能改变丈夫爱跋筊的歹习惯。一直到有一日的时阵，有人按伊的丈夫传福音，这个丈夫心内受感动，也表示愿意来接受福音。无想到当这个丈夫信主了后，上帝却完全的改变了伊跋筊的歹习惯，真侪伫教会来到热心侍奉的兄弟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就感谢上帝接着伊宝贵的话语，予咱有法能更加明白、更加知影，伊的国就是伊掌管的所在，是有上帝的旨意，是有特使的所在。但愿咱都有法能幸福伫上帝的旨意之下，活伫上帝的国度当中。啊，恳求上帝帮助咱，常常的依靠圣灵，成做伊美好的见证人，
将耶稣基督拯救咱的盼望，但是我也搁唔知影，也搁无明白的亲戚朋友们。啊，但愿咱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安尼的能力，有听心甲有合力的心，有法通关心周围的人，将因带到耶稣基督的名下。咱对经文的内头可以看到，人是有盼望的，历史人是有方向的，将来主一定要过来。但愿咱会存着盼望，过好每一日的日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刚刚搁一摆面对着这个世界的无单纯、而复杂、动荡、混乱的时阵，咱着搁恳求圣灵搁一摆来更新咱，来充满咱，啊帮助咱，互咱伫每一个平凡无吸引人的日子内头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活出对各外的主的见证，一直到咱见主的迄一日。咱也着继续期待领受圣灵，并且为耶稣做迄美好的见证，用上帝所赐予咱的恩赐来为主做见证。咱也着恳求主帮助咱谦卑家己，领受圣灵，予咱靠着圣灵的带领为主做见证，传扬上帝的国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咱即时来三甲来按头同心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搁一摆接着你的话语来对阮说话，愿主你的话要充满伫阮的心内面，带领着阮今后的每一日。主啊，你托阮伫今后每一日当中，主啊，你托阮得着主你圣灵所赐托阮的能力，托阮时时刻刻都会来抓着机会将福音传扬出去。主啊，因为这个传福音，你是你所托阮的使命。主啊，你要托阮有法通将福音来传托搁较侪有需要的人听，托搁较侪的人有法通来到你面头前来求告主的圣名。主啊，阮求天父上帝来使用阮每一个人，伫每一个角落的当中，真正来传扬主你美好的福音，来为主做迄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将荣耀颂赞归乎你。阮安尼伫你面头前同心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搁一摆三角来请一首闽南圣诗。我前哪样失迷？我前哪样失迷？命是一个人的命。我前哪样失迷？我见你
现在咱请大家一同起立，咱来领受对顶头来的祝福。但愿耶和华赐福予你，保护你；但愿耶和华托伊面光照你，赐恩予你；但愿耶和华恩你容面，赐你平安。对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同心奉主的名祝福，阿门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今仔日聚会就到这个所在，愿上帝来祝福咱每一个人，也祝你咱再见。